我可以让你司机，但是我为他补上什么东西啊？我看这边很生气的。不是。那你们，你非要把复杂的哦，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。骂你，你少块肉吗？骂你，你少了块肉吗？一个，我可以开车平安带你爬山，但是呢，我不爬山了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不会跟着你爬山了，因为你把事情处理的复杂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本来是很简单一个事情。这样，我也讲道理，只要和平道个歉，我马上那咱开心的，没事儿一样。这个不可能道歉了，这个因为为什么？你们两个已经闹了这么僵了，道歉什么？没有道歉机会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现在如果跟他处理不好任何关系，很简单，薛玉福，你是你的，他是他的，你要500块钱，让他想办法给你500，大家两清，这是最好的处理的方法。道歉是没有什么道歉了，就是大家互不相识以后，你也不向着他，他也不向着你，这是最简单处理方法。他说你两句，根本你收他500呀、啊，你来骂我两句，你给我500，我收。对，哥们，所以说你现在不怕，不管是怕还是不怕，你要处理事情简单，那很简单，你把行李给他。你别提我，现在我相信你，你现在别提我行李的问题，现在我在跟你商量红兵行李的问题。你这样，红兵行李我已经扔了。那你非要把这个事情，你们两个到警察局去处理了。无所谓啊，报警是吧？他给我压不给钱啊，他妈的骂我。他给你钱啊，你不就要500吗？让他给你嘛，不就好了吗？红线给我转，我马上把行李再捡回来，必须要出现。你有他微信吗？然后你不要给啊，一哥，你不能带你红线。你有他微信吗？有啊，你转他500，好吧？你别烦，你让他转你500，你把大行李一起带过来，好吧？就这样解决了。可以啊，就这样。我的东西你别吵啊，就这样。你放心，一哥，你行李我会保。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充电器，你帮我一起拿过来。好，就这样。好的。500，这个东西报警，他妈的是不是协商？协商，我是替他想，协商了他们两个进去待个几个小时，他妈的警察今天晚上不干活，明天早上都到12点，何必累死累活呢？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一下呗，是不是？你们他妈的只会打报警，你们不考虑问题解决的方法了吗？他们两个等到明天早上9点上班吧。有没有开玩笑？肯定协商啊，等上班啊，等事情不是更加复杂了吗？哥们，500赶紧解决，给他一晚上，就在外面住一晚上不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啊？那还能干嘛呢？我拿生命掏一下。我让你去干。啊，那个火兵他现在那个钱转你把他行李一起拿过来吧，啊，就这样解决了，别烦了，好吧？啊，好，就这样。好。喜欢闹。肯定不能不出现了呀，别出现啥呀，张师兄，都这个样子了，转账就可以，他会送我了。出现啥呀？这个。对，因为这没有办法处理别的，只能这么处理，能用钱解决的就用钱解决。500块钱，不然他们两个今天早上今天到警察局，饭也别吃了，等到明天9点钟请他上班吧。第二天直播都没法直播。
啊，你收到了没有啊？啊？一个活动是这样，因为行李比较重，是这样，我开车拉你们俩一过来，你拿行李可以吧？因为我提一个人提不了那么多行李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会提你的，后面我不想提啊，可以吗？你就把行李放你车里面，你开到楼下，开到楼下。啊不，啊一哥，我意思你是这样吧，我把你接上，然后咱俩一块把行李。你把红明接上，让红明陪你去拿吧，好吧？我不想接红明，他不想坐我车呀。我操！我他妈的，我在吃饭吃到一半，你让我陪你去拿行李啊？一哥，你放心，你的行李我拿不动，你要这样，那行李很重的，我那上那楼梯啊，那不是电梯啊，对吧？就我开车，我一哥我是拉你一个人，红明他不要想坐我车了，他嫌我车脏呀，一哥你知道吧？我发定位给你，来接我，就这。好，我来接你啊。我去哪呀？哎，咱们这是哪里？龙驹大爷，龙驹北路哥。什么？龙驹北路。叫什么名字？龙驹大爷。汤驹大爷。这个是吧？我第一个。是的呢。新年快乐，先不说了，我在外面吃饭呢。新年快乐，兄弟们。新年快乐！没想到新年第一天给大家整这活。谢谢各位兄弟，谢谢各位。我并没有毛病，大家心情愉快，没有毛病，但是稍微要动动脑啊。因为现在不是很烦吗？你说是吧？真的行。我知道我像吕布一样有勇无谋，还好有玄德功，就是说智勇双全。然后真的也谢谢各位兄弟支持，谢谢各位兄弟支持。主要张师兄，我要鱼翅。哎，鱼翅。张师兄问我。啊。鱼翅吧，张师兄。张师兄，要不寄鱼翅又转账吧？感谢张师兄。就鱼翅。没事。都给张师兄，那就鱼翅吧。鱼翅。张师兄，那就鱼翅吧。都可以。张师兄，我这个人就是说，像吕布一样没脑子，知道不知道？一根筋这个往上冲。感谢张师兄，谢谢张师兄。哎，这第一个人，感谢张师兄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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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张师
心疼和关心哟。哎呀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真的是同生共死，我以后要跟你同生共死的。感谢张师兄，谢谢张师兄，兄弟。就是张师兄，我以后一定要永远做那么真实的人，要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以后，张师兄，对于你对我做人的教诲，我一辈子做人这样做。感谢张师兄，但是以后我会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叫不然把别人都连累了，就是那个，但是我的做人初衷还是往这边这方面。感谢张师兄，感谢张师兄，谢谢张师兄，谢谢张师兄，谢谢张师兄。感谢张师兄，谢谢张师兄。张师兄，但是我有一点，我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比较贪。没问题，我一辈子会辅佐苏毅的，知道吗？放心，放心。谢谢张师兄，张师兄，我有一点不太好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这个人比较贪，觉得辣吗？就是说，辣，真的辣。我操！这张师兄就是是蛮辣，是蛮辣。口味不是很浓吧？你都觉得辣？这个超辣，这个超辣。你能吃吗？这么辣的？这么辣，所以你要来之前，我不是问你吗？你问你能吃这么辣的吗？这是是我有一点要学习，但是我有一点真的要学习。当你问我转账还是领悟的情况下，一般有格局的人会选择领悟，但是我这个人很贪，这是我的事儿。就是说我居然说既要转账又要领悟，我还是人嘛，就是张师兄放心，以后我要转账我就偷偷跟你说，但是大庭广众之下我绝对要领悟。张师兄，我跟他好兄弟，我跟他好兄弟，我以后一定杀出重围，开片户外全国新道路，说到吧？那张师兄我敬你，张师兄我敬你，我敬你。哎，我说话听得见吗？真的真的感动。那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今天多久了？这个来，新年快乐，元旦，元旦。谢谢快乐，很少新年快乐啊！哎呀，张师兄真的不错，雪中送炭，雨中渗水，干燥的时候的润滑油，湿润的时候的干燥剂，反正就是让人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真的真的不错。真的，谢谢张师兄，谢谢。张叔再进一个，张叔进。张叔，我这个人就是说比较一根筋，知道吗？就是，还好，就是这我一定会向着他，就是他帮我摆平就是了。就是那个，谢谢谢谢张叔，谢谢。张师兄，假设，好，感谢各位观众。张师兄让我谢各位观众，我就谢各位观众。张师兄，我就举个例子，假设时光倒退，你觉得怎么样是最好的？假设时光倒退在跟薛英福有矛盾之前，那时光倒退了，对时光机器，你觉得怎么是最好的？还是跟刚刚一样，还是什么？做人的道理由观众来衡量。放心，我的人生，你的人生会更加绚丽多彩。就是下回了，碰到这种事情啊，你给我通个气。你让我把我属于我的东西拿走，我也不管你了。哦，感谢张师傅，感谢张师傅。张师兄，
现在是有一个情况，我这个人想东西都想得比别人前面。军服现在要送行，不送，他把我接过去，我去拿。你说会不会有观众？当然也不是这边的观众，是有我的破坏者。然后跟薛英福说，你到侯斌吃饭的地方抽他一下，然后他就过来，是他做得出的。但是啊，如果遇上这种情况，那很好。第一，你500块钱白花了；第二，真抽你一下。你们就进110解决吧。他抽我怎么付，我也进去了。不是他抽我怎么付，我进去打架斗殴全部要进110。这个就不牵扯一个协商，还是你们去处理的问题了。如果双方有一个人嘴硬，不肯协商，这样作为打架斗殴处理，治安拘留3天。如果你没有还手，他拘留3天，你没事儿，但是前提等他们9点就上班。懂我意思吗？要么协商处理，大家各自9点就一个回家，10点、11点回家；要么就是什么，要么就是你也还他一下，拘留3天。我跟你说，不是我又不怕在里面，我在里面强横，但是我没有底啊，我没有底子，我没有那种底子，我底线很白。废话，我怎么没经验啊？我在昆明的时候，他妈的就被关了18个小时啊！你怎么那么长时间？你局外人？也被关了，要等他们9点钟上班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你9点钟上班以后，他不会处理你的事情。他现在磨叽磨叽。哎，对，我知道，你肯定半夜参与上这个事的。啊，现在我们就是半夜呀、啊。你现在进去以后，你就在里面待着。左边是一个偷窥女厕所的。右边是一个小兔小猫的，前方是一个偷手机的，右前方是一个打架斗殴的。这个我知道。9点以后，等他们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因为他们先进来，再轮到你。你呀，像这种事情比什么的？比谁第二天不上班？对吧？第二天上班的人先慌，对吧？但我也不希望有这种事情。喂。啊。我跟你说呀，其实今天红梅把底线突破了。他让我在面前很没有面子，我的底线就是女人，知道吧？他让我很没面子。哎，别扯这个，什么时候到？底线，我的极限，我跟他很久了，知道吧？对，一哥，你不要怪我，但是我对你是无私量，是照顾你的，知道吧？在红兵，我是真的是。哎呀，你就别烦，你给我面子，你就快点到，我过来拿行李吧，好吧？就这样。我的底线就是女人，一哥。哦，我知道。好，别女的，别女的，你不缺女的，我知道的。然后这样，你什么时候到？啊，到了以后我再跟你聊。他们全部出清了，出清了，根本做不了。全部出清了。你也要进去，要入口的。你肯定要进去。不是，我是转账一方。行，转账一方你也要进去。他怎么说？小美姐，他怎么说？感谢。谢谢帅逼的火箭，谢谢帅逼。不是，他电话里怎么说？他说的了。不知道。你到了吧？到了。
马上到了是吧？啊，我到车里再跟你聊，我到车里再跟你聊，马上到了打电话，就这样啊。马上到，你放心，马上到了啊。你是带着直播间过去，直接过去？如果你信得过他，你就带着直播间过去；你信不过他，就直接放下，都可以的。你要事情快点解决，还是慢点解决？快点解决，你快点解决。那我就不带直播间。你要慢点解决，直播间里面再跟我说，那就处理慢了。那行李是在车上对吧？行李在他家里，我要跟他说回家。你还跟他回家？好吧。那我也会担心你啊。不用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来跟薛英福讲了，薛英福一切的源头是我，但是不能靠他。你们把我们的行李给他就行了，我都转你500。我跟你讲500啊。我讲500，假设一个人给我一个人骂骂我，然后给我500，我给他骂2小时。500什么概念啊？一个保安一天的那个加班费100多，对不对？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你下面来。啊，雨轩，你们队里等我。哦。你把你抖音直播开一下。啊，这你家门口？对啊。那他妈不用开车了呀？另外一套房子，不一样。你他妈处理私刑问题真的是我一个，我准备10000块钱去招呼你的，我钱有了，但洪明我是真心不想招呼。啊，不用，别说啥了。处理事情问题啊？我知道，他都是成年人。我底线啊，我的底线，一个。人活一口气啊，一哥，你不知道我的底线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一回事的人，在外面如果工作，如果去赚钱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没有一口气。今天别人骂我，我照样被骂，没有关系的。不是为了骂不骂是一口气。我不直播呀，我又不靠直播吃饭呀，对吧，你哥？你知道？你现在有问题，你要靠直播，你要去赚钱，你要去赚。我没赚到钱呀，我直播我又不会搞呀，对吧？今天你直播，你就能赚到钱了吗？那是我告诉你，薛总，你处理最好的事情是处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你是收人心，而不是收黑粉。你今天做事如果格局一点，你在直播间会说话一点。你说洪斌，你他妈，你听我说啊！你说洪斌，你随便你怎么骂我，随便你怎么说我，你过来你就是客。我今天薛英福，我帮你那个做了。你格局一大，你他妈收人心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受不了这种气啊！我这，你傻吧？对，这就是格局的问题啊！不是格局，我直播间这么多人，他妈你收几个人心，以后帮着看着你，觉得哎，薛英福做事可以啊，格调可以啊，那不更好吗？对不啦？你现在的黑粉，他们你什么都做不到，对吧？哎，我真受不了气啊，一哥！哎，你笨的真的是笨，所以说他妈的真的是不，我今天搞了一天开，我也很累，开天车，对吧？我知道你很累，你也开一天车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也理解你。那这个东西你做事你也他妈的动动脑子呀，真的是。我卖早点他也不吃，对吧？然后呢？他这个人你也要知道，他这个人有的时候比较冲动。你呢？你聪明啊？你他妈薛英福他妈的，你做自媒体的，你能不聪明吗？你不聪明他妈的，你能做到现在吗？是不是？一哥，我听你的，你说啥是啥。但那你能收人心干嘛不好呢？非要把事情弄得很复杂。他后面偏偏啥呀？对吧？哎呦傻。做事情他妈的非要说，我是受不了这口气啊！人活一口气啊！哎，小心碰到。我知道。你家离这里有多远？就是10几公里吧，另外一个房子。10几公里？对。啊？对。为什么十几公里？我靠，这个车子。你不是就住楼下吗？你直接倒出去不就好了吗？对。我现在因为被洪明气晕了。你这倒出去啊？对。搞我心态啊，他是吧？因为我哎呀，这不后面来还有个车在进来呀、啊，烦死了！真笨啊！那他倒一下，他倒一下。我在西安专门准备10000块钱，就是招呼你。我说实话，哎呀，为什么一万不一万？这都是后话。但是你这对吧？加个人，我肯定是不要花钱了。这都是后话了啊！不是，真不是后话。你一个人，我可以安排你很舒服的，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花我的钱。小心碰到。
小心，因为他对我没有帮助啊，在上海，对吧？你对我在上海对我很有帮助的，我要你让他倒一下不就好了吗？我操！他不倒，这也是个傻逼啊！没事，我他妈都火大了。没事，慢慢开。但是一哥，那我现在这个车，现在就是明天这个事是笨啊，真的。走，我还想，我其实我内心还是想招呼你。走。我哪边走？我那边走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我操！没事。啊，走。哎呀，今天弄我头疼。小心。我走。我一天没休息好，头也疼。走，先拿行李。我他妈的累死了已经。因为你在上海对我帮助很大，我想在西安好好把你招呼一下。但是我是招呼你一个人，我有钱我不能叫，对不对？花。我也有家庭，对吧？说。那你看明天你还用车吗？明天再说吧。我的车你随便开，一个。这红兵这个逼他妈的。搞我心态呀，他都触碰我的底线呀，我的极限呀。慢点。我肚子火，现在真的。凭什么睡我家，用我车，我当司机还骂着我，对吧？我贱呀！把我家搞得拉屎也不冲，还有我给他擦，对吧？我忍着呀。这么好解决事情的问题，非要那么的复杂的去解决。烟有吗？他刚道歉，啥事没有。他硬啊，好好硬。但先跟我硬啊，我比谁都硬啊。等会儿去。啊，有，等一下我找一下。哇，不是你在这不在上海的吧？你硬一硬可以啊，这西安也跟我硬啊。找错地方了呀？有啊，打火机。有，等一下。我操，打火机呢？我靠，怕给你听，我一定要把打，我一定要把打火机。一哥的话我得听呀。不是，你别这么去说。现在他妈的，你要是听早听我的话，他妈的早点把行李拿过来不就好了嘛？真的，我吃饭吃到一半，他妈的。人在一个临界点，就气头上，没办法。那杀人犯都是这样。找不到就算了。不，一定要找。我操！这一哥抽烟没？啊，这里找到了，走。别想。先拿行李，拿完行李早点睡觉去。那你希望你可以睡我家，我们睡不了。不用，我房间开好了。或者是你要用我车，我车给你开。行，我不睡就行。我在西安只想招呼你。等睡完明天再说吧。对，走吧。他红兵扎事要在上海扎事啊，在西安扎什么事？对啊。其实呢，这种事情呢，没什么事儿。你如果把视频好点解决，你还能吸个粉。他给我道个歉也没啥事儿，那嘴硬啊，是吧？那嘴硬，那装，好好给我装，那先好好给我装逼。不是你们到底这个吵来吵去，吵两句，谁捞到好处了呀？没人捞到好处啊。一口气，人活一口气。我真的有也不为钱，知道吧？就一口气。气重要，钱重要。我认为人的气重要，气重要。他妈的，天天你吃大饼，胃不饱，家里他妈的老婆小孩都吃不饱，你觉得气重要吗？男人他妈如果为了一口气要活着，告诉你那是另外一码事，家里人都过不好。那对的是，你说这个道理对。你不能太自私啊，为你自己啊，你他妈要直播去赚钱，你就他妈做格局做人设。不是我，因为我又不靠直播吃饭，我平常受这气，对吧？你说他妈的拿这500块钱，你薛英福他妈的也不差这500，你说是吧？但是我非要红兵出血，他平常在西安不花钱，对吧？你非要他妈拿这500块钱，干嘛拿这500块钱就住一晚上也是钱？一路上你花很多钱，我看眼里面呀，红兵他为啥不花钱呀？对吧？走吧。他嫌我车脏呀！我开着车开单车，嫌我车脏。你开了一天，确实也辛苦，实话实说。对吧？
我在上海真的我也很对吧，人在屋檐下，那在西安我不是对吧，在家门口啊还骂着我。你们处理事情的问题不讲究，真的不讲究。唉，现在已经到这份上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脾气是不太好，平时。没事。现在已经拿下来再说吧。对不起你了。我没事。我没照顾好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没事。就动动嘴吵两架啊，没事，就这样吧。反正他妈的你也不欠他，他也不欠你，对吧？两清。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对吧？他做他的。对呀、那就行。因为这朋友没有钱，吃个饭都磨磨唧，请我吃饭都磨磨唧唧。30多岁了，对吧？也没结婚，也没家庭，这种人很失败的。我在西安这边还有家庭，还有房子，还有车，对吧？这是我，对吧？最起码比红梅强吧，比我大，哎，4岁，36岁了，还没结婚，没有娃，这是原因呢。我20多岁都结婚了，对吧？你也不要说别人，你他妈的到现在你也是欠债啊、好，你也没资格说。那今年欠债，那不代表明年呀、对吧？哎呀，别这个明年的事情，谁知道？明年他妈的我要翘辫子了呢。我也没，这是明年的事情，一码归一码，一码归一码。对啊，今年我确实，对吧？那你确实也没钱，你也没说他的那个。那不是吧？那都是底层人，是吧？现在都是底层，偏说我呀。他要大哥有钱，说我两句，我臭了。哎，他也没钱，我也没钱，凭什么说我呀？比如你一哥，你一哥有钱，你说我不，你我别说，因为你请我了，对吧？我说两句难听话可以啊。他红梅没钱，他凭说我呀？我想到这一点，我想不通啊。啊，都没钱，凭啥说我呀？所以这就是身边人才多，各位啊，所以人才多，他妈的人才会和人才吵，不是，我没有钱。就当时他妈的红毛和绿毛吵是一样的道理。车有呀，房子有呀，不动产在那摆着了，对吧？是一样的道理。车模的 DY 叫是谁知道他的 DY 叫啥名字，然后可以打一下，张师兄想知道，可以把他车模的 DY 打一下，好像叫雨晴儿，雨晴儿6000-7000粉的那个。做人要志气，没钱可以啊，人穷志不穷。不是人穷志不短，是什么一个换位思考，做人要学会你开一天车，我知道，对吧？你听我说，啊，我知道你辛苦。换位思考呀，换位思考是换位思考，就是做事呢要圆滑一点，就不能太硬太直，你知道吧？是红明显硬的，我没硬呀，我开一天车，对吧？我搞得很累，然后他还说我。你们两个都硬，他妈的，我算啥？不是在我车上你，你不是你现在就换位思考，我在车上我骂你，你好说吗？对吧？道理的讲道理呀，我也是讲道理的人呀。坐的我的车还造次啊！站在你这个角度去想，你也对，对啊，对吧？脑子有问题啊！那站在他这个角度你去想呢，他也有他的那个对的地方，因为为什么？你和他是一样的，目前情况。那行，那行，嫌我车脏，那下去啊，很简单。所以说都有道理啊，对吧？他也不欠你，说实话，你也不欠他。我对啊，我对啊。对他，你说让他这样你低着头，他说实话，他从你血印不正上，他也没赚到什么钱。对吧？对、他也没必要跟你去调查，你又不是他的老板，对、是吧？他也不是老板，他偏要、对他也不是你老板，啊、你也不是他老板，那都有道理，对不啦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跟他，那我当中我做和事佬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我负责帮他拿行李，跟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所以说，对不起，一哥，这不是就等于是你们两个在帮我弄点事情出来，对吧，徐总？那不是我呀，我没惹他呀，对吧？他在一直在说我呀，我从他口又买酒。又做事，对吧？我啥话都没说呀，还触碰我底线，对吧？不给我面子。你呢？其实他妈的，你稍微忍忍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你他妈以后忍不住呀，一哥。你想看你以后到上海，你还能住他这里？哎呀，他的烂房子，我需要住他房子。我不是烂房子吗？你根本你，下次以后你不到上海了，你没地方住了。我跟你说，
对吧？我在上海，我自己有办法呀。有办法是吧？对啊，那就随便你。我又不靠谁啊？我薛云福就不开直播，我饿不死啊！人活一口气啊，真的是。哎呀，都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去处理。所以，一个在西安，一辆车还是方便的，我可以当你司机。但是红明他不配坐我车呀，除非他道歉啊，说对不起，可以坐我车。他自己说我车脏啊，你也听到了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不认错。我觉得啊，既然这事情就处理，就谁也别说了，好吧？啊，事情处理的就这个样子了，好，谁也别说谁了，对吧？你要是真把他行李丢了，他妈也烦。没有丢，没有丢啊！我知道你没丢。你要真丢了，他妈的半夜九点，你们急进去干嘛呢？对吧？幺零处理是吧？我也在为你们着想，是吧？对。也烦呀，他妈他们报告你，警察肯定来联系你啊。报警，我又不怕他。我知道你不怕他，你能出来或者怎么样都无所谓，烦不了多点事情啊？对。那就是不了，能处理掉吗？就处理掉。一个憋三，我怕他干啥，对吧？更烦嘛！那你们报警处理，他妈的，我到110给你们直播去了。那不会，那不会。对啊，那不就那个了吗？我在上海忍气吞声，在西安我没必要去忍气吞声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，对吧？那触碰底线，那没办法。你小孩发烧怎么样？没事，好点了。好点了啊！吃点药，外面买点药。现在医院，说实话，小孩要照顾。对啊。我是真的把工作辞了，我因为一哥来西安，我要照顾好。你也没照顾啥，你就照顾了顿胡辣汤。是你一个人你一个人你试一下，不要带红兵，你试一下。我钱有的，我是不想请红兵啊，因为你只请过我，对吧？你帮助过我，做人要感恩呀。你带个人就不一样，带个人我凭什么要我花钱呀，对吧？我能提供车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个车你跟我说实话。我的是你的吗？是我的还是租的？还要花钱的。我的，我凭什么？我都没钱，我还租车？车还是有的，一个，你放心。没必要再去花点钱租车。哦，对啊，我都没钱，我还要租车啊！我因为我哪有钱租车啊？我开玩笑。Polo 呢 ？Polo 是我弟的。啊，你弟的。啊，我说过了，那是我弟开车的。我有个亲弟弟啊。那野马呢？野马没有。不是有？对吧？确实不是修了，野马确实修了。不，我西安的车都是我以前通过自己的时候上班，包括做一些生意买的车，那车不值钱的。你也别跟我那妈的那个装逼或者什么。我没装逼啊，一个。真有野马？真有野马。啊、嗯。就是一个真的。走之前能看看野马吗？可以啊，但是红兵他。我不让红兵看，是你的吗？野马？是我的。其实真有吗？有。有，看看，见识一下，我他妈这辈子还没见过野马呢。野马没什么，那是垃圾车啊，跑车嘛，对，看看那不叫跑车，那叫轿跑，那是美国平民跑车，那也是跑车，40多万没什么牌面的，有跑车，还不如一个大 G 的一个轮胎，没有，这不大 G 轮胎40多万，我他妈真的是我中啥了，中福利彩票了，过去还有多少路啊？马上就到。没事了啊，过了气头，他妈的行李先还给我。我操，我他妈没退回宿，晚上睡不着觉。我要是明天来找你，其实说实话，我明天直播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也播不好。为什么？我没退回宿，睡不着。我可以给你送过去啊。哎呀，算了，你要是给我送过去，他妈明天更加处理不了事情了，因为你红兵行李肯定不送。对啊。对吧？对。好了，那么明天一天处理行李就行了。说实话，你他妈气头上，你要装个逼，继续在那个，你说我没空或者怎么样，你行李不给他。明天我是给你第一时间要送行李的。我知道，就是你先把我送过来行李以后，你明天红兵行李肯定要妥，你说是吧？不是，
不是我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不给他。红兵必须让他出血，我的目的是让。对吧？你肯定要让他他妈的知道一点或者啥，对，那么不是更加麻烦吗？我对吧？我明天他妈的不包了，我回来拿行李啊！红兵让他红兵找你拿行李啊，是吧？他出门他没有钱，他很困难的，知道吧？让他知道钱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让他花花钱，他知道，他都不会再涨了。搞笑了，来西安两天了，花30块钱，我靠！我在上海最起码还花了10,000+，对吧？到了吧？到了。哎，待会儿拿回你送我过去啊！啊，我肯定，那必须送你回去。你别让我这里打车，你放心，一哥，你不会，你跟我在一块儿很舒服的。不是，我跟你没有一哥，我对你是很尊敬的呀。那红兵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不是，咱俩一哥是没有任何毛病的。你在西安，你来西安就找我，就住我家，这是你的房子，真的，我说了算，我买了房，我说了算。又嫌我房子又不行，我靠，哪有这样对吧？把我房子搞那么脏，还嫌啊水还什么锅盖不行，我操，对吧？那房子你跟你说过呀，那租的房子对吧？那本来是不住人的，有的都不错了。挑费享受的，他有没有钱呀？他有钱可以这样说话。师傅，开门。野猪。师傅，11号楼野猪。师傅。师傅睡着了是吧？啊？睡着了是吧？谁睡着了？保安没事。睡着了。你待会儿行李那个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就因为一个拿不下，我才找你一块儿。啊，拿下不是，我能拿你的，但红兵的我是不会拿的。行，那太重了。本来我想把你的行李拿过来。别，拿过来更烦了。明天他妈的还处理行李的事。没什么事儿，其实我本来想明天过来拿算了，就为了一口气，那个点，好，不，事情处理了就别烦了，忍不住啊，就这样。搞了天开天车，还被人说着，我操，谁愿意啊？那张师兄，你别再带火节奏啊，张师兄，别乱说了，张师兄。你这么一说的话，我回去他妈的我搞不定啊，这。直播间老板随便骂我，对吧？但是他红兵啊，现实的骂我，弹幕我都不理的。等，别说。对，好，给每人刷会儿，谢谢。搞了我一点脾气没有是吧？你既然就是停一下，不用停的位置呀，待会儿你还要出去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得把车倒一下，你看要两边，我害怕有车。或者停这也行，那无所谓，反正拿着行李很快。你现在这里他妈的出去，你前面可以绕出去的呀。哦，我知道。拿完行李很快，你就这里停一下嘛，好了，现在没人出去了。那行，对了，停这儿。好，走。哎呀，这半夜2点钟搬行李，我操！哎呀，服了。嗯。错了。啊。你今天还住在这里啊？我回曲江。回曲江？啊。嗯，曲江还能好。那其实这个房子你平时不住的是吧？有时候偶尔住一下，平时都是别人租的。
大半夜跑六跑五楼也吃不消啊，我操！我这房间订好了，不用了。他红梅把的马桶都拉臭了，现在还你可以看一个一堆屎，我也不想擦。这个逼拉屎是蛮多的。对啊，他拉屎我要说好几遍，我说你擦一下，让我擦呀。那玩意儿特今天这房间就不住了啊，我回许江，因为这儿房子没人住，我一个人，其实我一个人，我也喜欢热闹，一个人好，一个人住确实也没劲啊。对，啊，这你也知道，这里面啥也没有。对，客厅里面。手机箱是空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不可能啊，这个手机箱是谁的？那是我的。你们问一下胡斌，他妈的手机箱里面没东西了，空的，衣服也没有啊。他衣服呢？我操！这他妈这个空的手提箱，他妈的也不值500块啊！妈个逼呀、啊！我操！那睡我家，我房子就价啊！我房子睡一天可三手成本。成本他妈的也这个箱子也不值500块了！我操！早知道他妈我换成啥了。我回头这箱子是空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回头还要请阿姨收拾我的马桶，很脏的，对吧？还有，请保洁帮我收拾一下。一哥干净啊，一哥房子不用收拾，这房子我一定要收拾。红明住过的，晦气。这确实没东西啊，他这箱子。大一走。打电话给他。你们谁在车模直播间呢？让车模让红明接个电话啊！他接了，啊，喂，你这个箱子里面没东西的是吧？没有什么东西，里面有点药，没有什么东西。他妈就一个空箱子了。啊，对啊。个傻逼的妈，空箱子里他妈这箱子也不值500啊！那你让他退我呀？你外面衣服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就一个箱子拿过来是吧？对，可以，旁边我退给你道歉啊！哎，别，等气消了再说吧。那走，全不是问题啊！你道歉，道歉，你跟他这样，你们微信有了，微信有吧？你就发微信让他道歉，你帮我箱子拿一下。好，好，我帮他拿。我看看，我车钥匙。我操，他妈的，就是一个破箱子，500块吧，个屁！我他妈的抖音上面看中一个箱子，他妈的
498我都没舍得买。啊，走吧走走。妈呀，为了这个破箱子花了500。是血亏，不值啊，张师兄，真不值，哎，真不值。蛮重的啊。没事，你这箱子很好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他，是他，张师兄，这肯定是。那么我也想快点处理嘛，就这个处理方法，张师兄肯定是最简单明了了，张师兄是吧？就最好的解决方法了，对吧，各位？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了，是现在拿好各自回家结束，谁也不干谁，对吧？这是最好的方法了，对吧，张师兄啊？因为那拖到后面，烦也烦死的，明天搞来搞去的事情。好，好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对，两清结束。哎呀！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。我操！你他妈这么大个儿也没力气啊你！我今天搞了一天开一天车，本来我昨晚上已经睡好了。回去休息，回去休息吧。回去休息，走，就这吧。你这包，包也包。放心，宇哥，你的行李我会保护。好好，走。说完了，宇哥，你这个钱是你给红梅还是红梅自己？他自己的。那行，你给的我真的是不想要。啊，这必须要红梅出血。要是我给了，我不要。不要啊！真是我给的啊！真是我给的。算了，你拿着吧。这两天你开销开销自己用用，走走走，加点油。你今天开了一天车，你给的不是你不没事，你今天开了一天车，你加点油吧，就当我加油了。好，你先送我过去，快点快点，我吃喝酒去了。你不能惯红梅毛病啊！啊，行，你开一天车也累了，别管。快点吧，我回去还要陪老板喝酒。明天你们要去，就是明天的话，明天再说吧。反正我车子很方便。好，你这房子关着，你干嘛不卖掉呢？不好卖，现在是怎么说，就是有价无市。对，还不如先攒着吧，回头再说吧。那其实被我说起来，你要是真缺钱的话，你便宜点卖掉嘛也行啊。便宜完不能贱卖啊，最起码这是地头口啊，周围还是学校。所以说我真的是一哥一个人哈，我会安排的明明白白，真的不会让一哥花一分钱，但是多了个红兵啊，那我就头大。
你送完我以后，你就回那个曲江。我先去，我也心情不好，我去喝点酒吧。我自己喝酒没事。你自己喝酒？啊，我到会所没事吧？会所？嗯。啊，洗个脚了。洗个脚，按摩。我因为我累了一天呀，我也得。放松一下。对，放松一下。上海的话，换上海再说吧。再说，那就可能会不认了，是吧？你先自己去的，你搞的直播间前都很大了，怎么？你说你站在我这里，你会怎么去处理，对吧？那我就不去，那我就不去上海了，我在西安，也很舒服的。西安也很舒服，是吧？对啊。我去上海就是。对吧？你本来是没什么事情的，你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混了，你现在再过来直播间，肯定骂你，对吧？对。你觉得你能处理好吗？那你如果有天你不直播啊，我可以找你吗？不直播的时候那个再来呗。好啊，就我们还是朋友吧。啊，没事啊，不影响你，没跟你又没跟我发火啊。好啊，快点啊。对你还想来上海发展？想啊，但是我，对吧？你这万不方便的话，我就不来了。北京为什么要红啊？北京话没熟人。对。这西安你为什么不是挺搞得定的吗？干嘛不留在西安呢？我这人是这样的，我不希望太安逸，太安逸的话我受不了。我喜欢就是挑战自己。西安太安逸了。对，在西安我这你看有车开有房住，有啥意思啊？赚不到钱。对，这种人生不是我想要的。你看北京小王哥直播吗？小王哥是谁？我不看。北京小王哥。不知道。在北京的一个主播。我不知道。斗鱼我基本上都不怎么看。啊。我想你要北京，你可以找他去。没有，斗鱼我只知道两首，一个是339，一个就是你。嗯，对，339没了嘛。啊。339。因为北京的话，别的主播我不知道，就是他混的话。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但是。我不可能帮你去引荐，你得靠自己。啊、那我又不，那我不认他。你哪天你到北京去，你直接看他咱俩，你这过来对他对他我就。我不需要，我认为我是一个人就可以了。上海挺好的。我觉得一个特别好，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。别这么说，给我很多关爱关怀。你别户外别的主播你不看了？不看了，我就看你跟就是以前的339。那老实说，要是上339还在，你会不会去找339去？不一定，因为339两个人，就不好搞定啊。对你一个人的话，不是不好搞定，这个不是搞定没关系，就是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你比较接地气，他们不太接地气。
你以后要到哪里呢？哪个城市呢？嗯，户外主播我还是认识一点。你要看谁啊？你给我们一起见一下。去一下杭州那边。杭州那边有谁啊？我是，杭州那边好像还没户外主播。是吧？嗯，杭州有谁啊？哦，大舅哥，你看吧。不看。啊？不看。大舅哥他在杭州，白毛。我不知道。但是你跟他不是一个路数的人。因为我觉得我认识一哥一个人就够了，没必要认识那么多人啊。啊，虎牙还有佟鼎晨在那边。虎牙我更不看，佟鼎晨那是大主播。说实话我也不认识，真的，因为户外板块我就会关注你这块。对，你找不了 CP 主播，因为 CP 主播一般都不会去接水友，只有我们这种啊 CP 主播一般都不太会线下去接水友，他只会见老板。那个帮老板安排，就是妹子资源多嘛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你比较接地气啊。所以真的，一哥一个人来先找我啊，那真的是，我不让一哥花一分钱。住我家，然后呢？吃饭我也安排，有机会，啊，有机会了啊，或者是你跟吕哥来也可以。老吕那顾家呢，他我跟他一来工作室怎么办？啊，那不是王琦不是可以看着吗？王琦他自身难保了，他都快走了，啊，我也没留他。王琦他自己都顾不上自己。不是，我以为你他妈开玩笑了呢，你是针对你的女人？真呀，我不是，我的底线就是女人啊，就极限。我操，我他妈以为你开玩笑呢。我像开玩笑吗？妈的，你这个丧心病狂啊！人家他妈02年小姑娘，我操！哎，算了，现在说什么？我以为你做到节目效果了。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去会所吧。嗯，你不是不缺女人吗？是不缺女人啊，但是，哎，我操。所以今天真的是抽了我的底线，不是我愿意的。操，我一般我脾气很好的，这但是说到女人啊，不给我面子，那真的是触碰了我的底线。妈的，这薛总，你没想到你也是性情中人啊，啊？对啊。妈的，也是和王琦一个路数啊，为了女人啊，还是想证明一下自己是男人的。对啊。哎呦，我操，也是性情中人。就是好比，对吧？动物世界啊！你真的，你真的是绿毛的 Plus 2.0吧？啊？你是绿毛的 Plus 2.0，升级版。你和他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呢？你摁得起来，他摁不起来。哦。啊，对，你还是能硬起来。在西安我可以硬起来。啊，对。我不怕呀。对。你真是他升级版。王琦是他妈的关键时候他也硬不起来。你是真硬得起来，哎！我说在西安我是真不怕，在上海吧可能我会服个软，但西安我是真不想服软。寻找3.0。这不是。硬不起来，硬不起来问题是男人的尊严。3.0不用找了，3.0就是逼少啊！他妈的，这摁起来以后他又会软，对吧？这3.0不是逼少吗？我操！这件事情很简单，只要公民道歉啊，也没啥事。钱我照样退给公民，对吧？
暗示性话题。没有暗示性话题啊，超管，我们一直在聊很正常的问题啊。对啊，不会是硬不起来？硬，我说他脾气硬不起来，超管，我操！哎呦我的天哪！这个说实话扣分的话，我说实话我肯定不会服的，因为我从头到尾没有说啥呀。哎，开过去还远吗？马上到了。所以有句话叫"店大欺客，客大欺人"，硬起来，天不怕地不怕。不是，男人不应该在这个方面去证明自己。今天如果咱们三个人无所谓，开玩笑，后面两个妹子呀，对吧？都是极限，这极限呀，这是，对吧？你还是想在面子妹子面前证明自己？对啊。我操！而且我在我一直认为薛总你是。不太会在意这种女人的，不，有时候是男人的尊严，没办法。哎呦，这你们真的是如出一辙啊！我操！只要洪明道歉，钱我退他。道歉呢，我估计他是不会道歉。必须要服软，在西安必须要给我服软。他现在这钱出去，他也不会在意。那不反正不是他的钱，那你给他钱对吧？老板报销了，其实也是老板报销了。那好吧，那我无话可说。这500块钱，最起码我能在回头玩得很好的。嗯，潇洒潇洒去吧。对，我也累了，我也真的是累了一天，真的开电池不舒服，就是按摩洗洗脚吧。就这里是吧？然后马上到了。我给你拉到门口，你不管。你们让洪明出来，搬行李的。那洪明门口等着。先有他微信的发一下，他就没有行李啊？他对我也搬不了啊，这么箱子，我还拿着直播间呢。他过来以后就拿了一个空箱子，我也对，我以为他箱子里面东西挺多的呢。那空箱子，那我哎撂了也那也没事啊，对吧？那里面没东西的，那箱子又不值钱。这就是龙虎村，我家门口。家门口还真挺热闹。这红街嘛，这以前叫道北，就是河南人当时逃荒过来的，在这扎根这种不知道。我爷以前就是在这住着，知道吗？店就在这里是吧？马上到前面，那大隐嘛。我在那里吃过饭。大隐啊。对，还可以，我知道。这块店我都很熟的。一个你这儿在西安有啥帮忙？你一句话是行。好，行，没问题。随叫随到。反正我最近也没有工作，无所谓。你们一走，我可能要去找工作了，我得挣钱呀。找工作？对，应该。对。那直播不播了？是，我又不靠吃，真我一个，我不靠直播吃饭，玩儿。不是你不探店了啥了？探店是另外一码事。我这回回来就专门是真的是为了就是你来西安，我来回来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从上海回来的。所以说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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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你这里过不去。我知道，让他先走。
我也没事干，这两天没事干，等你们回去了我就有事干，所以这两天我的车我的房子你随便用，你一句话事情在西安，我这我不会给你打板的，但前提是现在是红米得服软，我不服软我生气啊，啥服软不服软的呀，都闹到这份上了，换谁都不会服软啊，好吧，对吧，都是要面子的，对，我的车是不好但最起码能开呀，代步工具啊，起码还有辆车能开，对吧？行行行，没事，这这这这这这。哎呦，我操！咋开呀、啊？这个？红米这个逼他妈箱子拿呀！妈的！那我拿，好的。啊，主要重，操呀！哦，哦，你走吧，走吧，我这推过去。我不管了啊！好好好，你走吧。啊，可以吗？一个啊，可以可以，再见啊！啊。啊，箱子，啊，傻逼他妈的，真的是！我这行李轻吧？我这行李轻吧？你怎么好意思说你行李轻的了？跟你去哪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进来，正好我们东西都没吃呢。他们。我他妈人生当中头一次半夜两点钟去搬行李去啊！我操！你们聊点什么？我这里没行李。妈的，人生第一次啊！我操！陕西一七零啊！妈的！新手男子的旅行车，我们刚回来。哎，张师兄，让雨晴感谢感谢我。刚回来。张师兄。我对我是。那个刘云，刘云往下要吗？星星不在我直播间了，感谢张师兄，感谢各位老板，星星也不在我直播间，感谢感谢，其实这个行李500块嘛，不是说500块钱的问题，那刚把行李箱拿过来，就是说这个我这个行李不是说500块的问题，是个性质问题，是个性质问题，这个东西哪怕是空的都要拿回来，是这个意思，可以叫这么大行李箱吗？你要什么？这行李箱大多了，谢谢关注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喝茶。谢谢老板。他们也累了，我吃饱了，把酒喝了，走吧。啊？吃饱了，把酒喝了，走吧。好、啊。我全脸高科技。见过高科技吗？我就全脸高科技。哎，你好，再拿两瓶这个。全脸高科技的，你想看还看不到呢，真的是。你们聊什么啊？我都没动过，我这张脸你看哪儿相对的？这边主要太丑，动完能找我这样，动完能找你们吵了。筷子呢？给他。我要动脸的话，不得按照范冰冰动吗？我猜一下，他是不是说只款待你一个人，我多了一个，所以款待的差了？你们进来的吧，粉丝们。他说让你倒车认错，要不然你们知道啊？他把500还你。不是，如果道歉，你说能不能让我的赞助？我以后怎么立足啊？兄弟们，新春快乐，新春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兄弟们，让我赞助5万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实话实说，我是个实在人。如果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偷偷的可以道歉。但如果在镜头前我要道歉。这比杀了我更难难受，这比杀了我更难受。我就这人肯定不会道歉。但我这个人不是绿茶，知道不知道？我偷偷的没别人知道，那我偷偷道歉，领个500块，是不是？完了，这酒喝的我有点上了。
喝酒了？啊？你们喝酒了？刷特效的我都敬了一下。啊，是我的确是观众这边没办法。但是刷特效的因为我曾经吃过太多的那个，谢谢谢谢，就是说我以前以自我为中心，知道吗？什么都想着自己，我又不管观众是干嘛干嘛，太膨胀了。现在我改了，彻底改了，改成另一个极端了，我什么都想着观众。因为一直都跟你一样了。啊。蛮好。现在呢，事情解决了，该拿都拿回来了，大家也看得很开心。是，皆大欢喜。是是是是，喝了吧。要反正每次户外肯定会整点活。回来了，那我要下播了。是兄弟们，每次户外都会整点活。总会不虚此行的，我感谢。谢谢够黑，谢谢够黑老板的看拉马车，谢谢老板的看拉马车，再加九张办卡，谢谢。谢谢灯牌，谢谢灯牌，我们每点观众的关注点。反正每次出来，各位没剧本，毫无剧本，但是活整到我。能把观众点一下，我下播了。各位兄弟，我实话实说，我希望是个剧本，我本来是希望是个剧本的，我心里面是希望有更多的剧本，丰富的内容。谁知等真正自己等自己想到想要剧本的时候，却什么剧本都没有。王琦电话电话打不通了，张兄。王琦，我都不想跟他联系了，张兄。这个必须让他快点走。随你啊。王胖子都不想跟他，别给他画面了，张兄，真的。再进一步，再进一步。进教室，进教室。我在十点我就走了，我们走了都累了，两个妹子也累了。不要打了，你我建议啊，今天老板都在，稍微晚一点。明天妹子累了。啊。电话。那你帮他们叫两声，直接他们回去吗？我们住的地方是他们帮我订的。哦，是吧？嗯，自己订的。你俩住一起吗？对。那我订几间？啊，订一间标房。你俩要住哪儿啊？就你给我看的那个，180多的那个。啊？180多的那个。啊？你俩住那儿？嗯。不是，本来看的不是那个哪儿吗？它是哪儿啊？我的妈呀，我看一下。是那个，你们确定要住会展附近吗？对，就那个。明天看看你表演啊。没节目了吗？看车展。反正明天华山车展双选项目。他们不是住酒店，他们住公寓。但是住一起是没问题，但是我是住不了一起啊。我这边不认识女人的，就是啊这个。要不按摩店住一下，然后我住这边 ，SPA 瑜伽这种，你定了吗？我给他定了。明天是华山还是车展？你问一下张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华山有个问题，
没车了。哦，对，你但可以打车，就是华山张师如果想看，只要我能够活着，我不抱危险的，只要有50%的概率活着，我登上最顶峰，呐喊一声，张师兄无敌。我们面试真没有到。啊，是啊，三点水的红龙武兵。你写我的名字吧。你写他名字，他叫苏毅，他叫苏毅。没有，我写的你名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有没有借辆车？没有。借车不至于，打车吧。反正就一两辆嘛。借车你一天是100多吗？给你订完了，我发给你。叫个车、高铁都行，建议后天去。好的。后天就是两号了。那一号就是做别的事。张兄说几号就几号。快点走吧。走了，快点！丁薄暂时应该是不会找他了。没事，我不在的时候你找他。我不能，直播间大家都对他有印象，不会找。那各位要不要关了？不播了吧？明天再播吧，路上就不播了。拿着这行李什么都不说不方便。拜拜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明天爬华山。明天车站过华山。拜拜，谢谢张师兄，谢谢张师兄，拜拜，谢谢老板们。